啊，另外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解释了，不能讲笑话。那个上回我讲了说，这个没有来听法的，是犯轻夫罪，犯轻夫罪，但是这一段时间不算。这一段时间你没有来听法，是因为你不敢，因为有 COVID-19，有这个病毒，有病毒，你不敢来，不敢来听法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情有可原，这个是情有可原。第二个，你有事情不能来听法，但是你在家里呢，啊，你有看网络，你有看这个网络，在手机上看、电脑上看，怎么样子，都不犯戒的，都不是犯戒的，都没有犯轻忽戒。师尊说法，啊，你故意你能来，故意不来，这是犯轻忽戒的。但是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是有病毒。我们也不能聚集太多的人，也不能聚集太多人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规定，所以这不算犯戒，啊、哦，这个是可以讲，这个是因为我害怕去群聚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到时候染上了病毒怎么办？对不对？